半暝的暗暝，房间内充满着有你的空气，不惊月娘笑阮，笑阮这呢痴，爱你的心袂停止。周志玲呢？人伫底啊？啊！我拄才带伊 VIP 的房间尔，你找有啥物代志啊？伊袂当住伫遮啦。啊？是安怎袂当住伫遮？这是阿辉啊！你敢袂当卖遮尔啊？冲崩吼！人个志玲是咱民宿的人客，你安尼共得失了啦，这风声若传出去，敢会好过咯？阿妈，到底发生啥物代志啦？我要哪会知影？啊，阿辉就要甲志玲赶走，我回到咱民宿。啊，要甲赶走？阿辉啊，这都你唔对哦。咱开民宿就是要服务人客，你要甲赶走，做袂礼貌了。高生辈，唔是我无礼貌，是伊想下卖。哎呦！接了接了，有人要对你好，你都爱下定下定，佮他妈你嫌东嫌西，志玲有啥物无好？反正你用配人配得起嘞。阿辉，你确定真？确定真？确定真一个？阮大家拢感觉哦，志玲是袂歹啦。啊，你莫对有遮大的反感嘛，对不？是毋是？当先做一下朋友看卖呀呀。啊，我歹啦。对啊，你先莫着急要共赶后走啦。啊，相亲嘛是你要上的呢。啊，而且有人教你毋足好个，佮有啊，你进前个态度毋足开放个。嗯，啊你之前唔足欢喜，甲我请假讲要去约会，啊伊即马是对人较反感着。我是答应讲要甲伊出去食饭吼，看电影，啊然后我发现我无甲伊，敢讲我就一定爱接受伊哦。哦，是嘛无唔对啦，无甲伊当然是无法度接受伊啦。是啊，恁个一直替讲话，叫我一定爱接受伊。好啦好啦，莫当么人咧吃米粉，咱咧化烧啦。对啦。阿辉，阿无安尼啦，志玲已经住伫咱民宿啊嘛，啊民宿嘛民宿的规定啊，吼，如果若有啥物问题，再过来做拍算，好不好？阿辉，你咧无闲哦，我替你摒扫好无？没，你莫安尼一直搞对啦，我咧无闲咧留涂骹。哎呦，你安尼对前对后，我是要安怎留涂骹啦？你徛坐啊？想叫你拢莫爱插我。我只是想要甲你讲话尔。对啊，这朵花送你。也不过我无想要甲你讲话。哎，阿辉。阿辉。我甲你讲哦，我甲一般的少年囡仔是无同的哦。阮家吼是做有钱，做有钱的哦。
若是你跟我做伙，以后你食穿拢免烦恼，咱一定会当足幸福的啊！你咧错，你慢咧，你慢咧啦！我甲你讲，我甘愿哦，把这个机会让予别人。阿伟，好啦，你莫生气啦，无我替你拼走。妹，阿伟，你安尼做甲这尔辛苦。讲真诶啦，你踮遮是袂有出脱诶。若是你嫁互我，安尼未来，你若是想要开店，也是讲要开较大诶公司，阮家拢会当替你完成呢。多谢你好意，伊阿哥吼，我若是要开店哦，我嘛要用我家己诶双手，好好去拍拼，无错你。阿辉，你若安尼讲啦，替你出钱，迄是我家己心甘情愿诶啊。甘愿啊！你莫再甲我对条条啦！阿辉，阿辉，阿辉，倒来，退后一步。哦。两步。你退去门下口啊！起来，起。啊？阿辉，你莫安尼啦！我著徛遮就好，你莫再叫我走啊，好无啦？喂，你咧哭哭地哭哭地，我行到地，你著倒到地，啊，你袂感觉足无聊的哦？袂啊，我感觉足好耍的呢。你伫的做些代志拢袂无聊。你感觉好耍哦？我感觉无好耍，足烦的。人咧讲烈女怕缠郎，拄开始伊无想要甲我讲话，到即卖伊甲我已经有讲有笑安尼。我想伊对我看法应该有偷偷咧改变啊。我一定要坚持落去，加油！我着安尼一直互伊面色看，一直甲伊拒绝，伊应该会了解我的意思，真紧着放弃。我甲你讲哦，你应该唔知影我的家世背景哦。阮家吼，就甲生我这查甫的尔，而且我又阁是孤囝，自细汉到大，阮爸母拢足疼我的咧。啊是讲，阮爸母的年纪拢真大，身体嘛无介好。不过你放心，因拢保巨额保险哦，所以以后你若是嫁我，你拢免烦恼会有大家大官的问题。你敢会伤咸哈？你为着要拍车啊，伫外口安尼讲恁爸爸妈妈，恁爸母若是听到，一定足伤心，有你这种后生啊！哦，原来你是妈宝哦，唉，莫怪哦，你有这种想法。啊，我吼，其实我唔是迄种喜欢的查某囡仔啦，所以我是无可能哦，会答应会改变我的想法。啊，你就无同哦。你哦，爱好好检讨，若无你行到底哦，爱人介你哦，就足困难呢。哎呀，我哪会这么衰啊，拄到你。你是我最爱的宝贝，你是我最爱的宝贝。阿辉，你先莫这么着急要甲我拒绝好无啦？你好好考虑一下，你想看卖，你若是跟我做伙。你唔呐，唔免做甲这尔辛苦，而且哦，你一世人拢免烦恼食穿，会当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呢。不管你给我考虑几工，我拢袂答应。
你一直讲恁家好呀好呀，迄钱拢是恁爸爸妈妈的钱呀，所以你就一直开恁爸爸妈妈的钱尔嘛。你家己赚偌济，吼，啊，搁有啦，你未来想要做啥，你的理想是啥物，拢无嘛。我跟你讲啦，我欣赏的是迄种吼，亲像阮头家啦，转来故乡哦，为着伊的理想安尼拍拼，伊是放弃台北哦，科技新贵呢，够了不起。来，麻烦请假。好，嗯，多谢啊，多谢。阿辉，阿辉，回来啊，点一个啦。哦，我来啊。嗯，啊，你是发烧哟？看你看起来无力无力啦。因为我拄到一个唔听人话、讲袂顺车、搁一直咕咕甜的痴汉。痴汉？你是讲迄周志玲哦？啊，伊毋是足介爱你的，啊，对你嘛袂歹，啊，伊哪叫人痴汉呐？头家你无看到？我行到对，伊就对到对。哼，有。伊拢对伫你的身躯边对条条，目睭内底拢只有你的人，辣不辣？哎呦，莫去讲啊！我计莫着，一直对，一直对，烦死啊！都唔知啥物时阵要走。哎，这有啥物好烦的哈？你管人当时要走，只要伊有付钱，当时要走是伊的权利啦，对唔？伊若加多几工啊，咱民宿就加收几工钱，佮加一个免钱的人咧斗下手，哪会歹？对啊，阿辉，啊你若无介意人哦，提早甲人讲讲的啦，唔通互误会。迄感情的代志哦，愈聊愈深，尾后是足恐怖的。我有讲，我讲了足清楚，我甲你讲，我无介意你，而且我甲讲哦，我介意哦的个性无合。啊，伊煞甲我讲，感情的代志。咱会当豆豆培养，啊，佮讲哦，因兜足好食的哦，开一大堆条件啊，爱我接受呀。哦，因兜算有钱人哦，安尼袂歹啊，恁来嫁一支吼，算嫁入豪门了。大神伯，我才无咧稀罕伊的钱咧。哎，伊讲因兜好食，迄钱拢是因爸母的，啊，毋是伊的啊。讲到袂输，迄钱开袂完共款，遮尔敖碰风哦，这种查甫人我才无介。安尼听起来吼，有淡薄麻烦。哎呦，恁阿个戏演就是哪是在讲创啥？阿在讲阿辉甲志玲的代志啊。哎，志玲袂歹，不注意，我还莫个讲着这个志玲啊啦，烦都烦死。歹势啊，记忆就歹。免客气。啊！杀啦！杀啦！啊！不是安怎啦？阿哥，我先去开头看。喂，不，我无安尼啊，我无啊。啊！我是什么代志啦？哈？我洗身躯，袂去擦睏衫。我听到声音，念做是你啊！我就讲，哎，帮我摕睏衫。啊，门拍开，就发现是伊。我嘛唔知伊是安怎入来，我真好有烦死。啊，你真正有淡薄仔危险呢。啊，伊到底是无设定，还是调岗的啊？哈？阿辉，我看哦，后尾门爱锁好。是哦，知影无？安尼较安全，好唔好？啊，不注意。乖乖，无代志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是啊，无代志，无代志。啊，不要紧，不要紧。不注意点，没话的。哦。
哦，那真恐怖啦！哎，阿星啊，波子啊，紧出来一个。行啦，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看麦，两个月内底无叫啊，我都给你死。哎，那真恐怖啦，好惊人啊！哇，妈，我开始烦恼迄个志玲啊。对吼，这个志玲，敢那无阿多人接受红古传的迄个感受诶。啊，我看这阿辉有可能危险哦。对啊，恁看，昨暗伊去走去阿辉房间，阁想要偷看伊身躯呢。迄明明就是专工要偷看伊身躯的啦。啊，安尼要安怎啦？那你讲吼，要袂接到国国队，接到嫌懊悔，这么四年要袂接到阿辉吼，啥安尼啦？那接到了后都无敢管啦。哎呀，无猜我咧一开始我才看好伊，我感觉伊是一个袂歹的对手。我搁甲阿辉讲，你都唔忙对人遮尔啊歹哈？即马我开始咧烦恼啊，烦恼阿辉唔知有啥物危险，有啥物麻烦无？波子啊，阿辉虽然唔是咱嫂子，但是是咱的好员工，伊的安全咱有责任哦。对，为着阿辉的安全，即马丽华，你找丽华，看要安处理。星啊，紧来电话，好吧？电话啊！哎，波子啊，来，紧来，星啊，打电话报警，讲叫色狼。无啦无啦，唔通啦，唔通报警，我是色狼。哎呀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，请你一定要相信我。哎呀，对啦，哎，波子啊，拜托诶，哎，志玲这个囡仔哦，我自伊细汉看伊到大汉诶，伊绝对毋是即款人啦。无安尼啦，吼，我用我的性命替伊挂保证，伊无可能做即款袂记者的代志，吼。伊真拼命啦，乖。因为我想不明，我个性真正误会志玲啊。好，志玲，你听宝珠爷讲，既然你若这么啊介意阿辉，你就唔能像之前安尼一直甲伊高高顶、黏条条，迄是倒一个查某囡仔会堪的啊？唔过，宝珠伊啊，我有看网络顶面有人讲，咧家要怎追求查某囡仔呢？啊，因讲吼，若是爱一个人，就是一定爱互知影，爱对好，爱互伊亲像女王共款啊。遐唔过你甲我对调调，我根本就无感觉我亲像女王诶，我亲像凡人共款。我迄是我对你爱诶表现，敢讲你一丝仔感觉拢无？诶，志玲啊！你看阿辉今日行到安尼，迄个表示你安尼做是唔对的，你换种方式啦。不过我感觉我若是无甲阿辉对调调，我惊伊会去用拍去呢。哎呦，你嘛拜托了好不？伊无这个行情啦，你免紧张啦。哎呀，到底是咧话白讲啥嘛？这甲阿辉有啥物行情，无啥物行情是啥物关系啦？我即摆是要甲志玲讲。叫伊卖你家乱。对啦，志玲啊，我无话你爱听落啦，我讲话你嘛爱听啦。谁人阮阿公婆感情会这么好？迄是有匹配的了。男女咧谈恋爱吼，都敢咧跳恰恰哩，对不对？嗯。伊若进一步，我就退一步；伊我若进一步，就退一步。你看，不然落好咧，你看。好，你够我摇咧。哎呦哎呦，安尼感觉有好无？哎呦，你囡仔人面头前讲我够摇。都是安尼啦，知无？张生飞啊，不注意啊，哦，恁两个做我跳舞的呢。当然咯，而且做默契。不过我不要跳恰恰，我无多跟阿辉做会跳。阿文讲到这么多，你也是听无吼？我看我也是甲阿辉搞掉，看免时间，伊真正去用拍去嘛。哎，你真是关门翻车了，阿兄，我要及时甲他杀出来。我才无咧惊你咧，要台北我随在你啦，规阵我就是要甲阿辉做伙就对啊。哟。苏高老吉。有一件代志要甲你坦白。你之前唔想问我讲，是毋是因为交男朋友所以拒绝你？对啊。其实我甲阮头家咧交往，
啊，之前无甲你讲是吼，惊伤到你的自尊啊，啊，即马我一定爱讲出来。对，阿星，我反对。是我囝，你咧做？你两个真正咧交往哦？对，所以我已经有男朋友啊，你莫阁对我哥哥定啊。怎么那么可怜啊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一定是你骗我的对无？ 迄个头家一个新闻，哪有可能当乱来啦？啊，你相信了吧？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，我唔相信。阿辉小啊，死了，我不要你，我不要你。哎，无啦，你嘛，好的，你手要紧无？就丢，丢啦。那有个堆堆嘞。啊，我无有。 我这边太袂当啦，我看见啊，这个。哟，阿辉啊，你放心啦，我袂对你安怎啦。敢真实，你无像上进前安尼哦。真实啦，我想清楚啊。 我有一个安尼啊，安尼，好啦，我就原谅你。你敢要啉咖啡啊？我请你，我带好你试的新的咖啡豆啊。好啦好啦，您先坐啦。哈，对啦对啦哈，就是安尼大家哦，和和气气嘛哈。对对对。 是讲志玲啊，丽华伊最近哦为着你的代志哦，香港搞啊迄个十几年的扛棒拍歹去呢。哦，最近哦拢无人要找我做媒人啊，拜托啊，你也个性嘛小改一下。对哇，歹势。咖啡来啊啦！啊，我来。咖啡来啊吼！多谢啊，多谢啊。阿伟，多谢诶。嗯，免客气啊，恁豆豆恁妈，我先去无闲。哎，小等下啊。 啊！你别坐落来做伙讲哦。啊！恁！我有话吼，要甲志玲讲吼。哎呦，拜托啦！你莫阁搞我害好无？嘛莫对安尼阿辉哦，哥哥弟的。我咧讲，丽华姨人工哦，阁甲你介绍一个比伊阁较水、啊阁较贤惠查囡仔互你，安尼好无？我无爱啦。我做一个头家人，哪会当伊介意着家己的心了？ 加拉斯，啊！你讲你有病是啊？哎，别生气！我滚滚头！这太哥，你唔接？开什么生气？哎呀，头来就来，头来！头家，你受气啊？莫讲话无啦。 故乡的门口埕，你老的脚踏车，载我离开彼段细汉生活，亲爱的爸母啊，谁人愿谅？